写的，你有点后坐力的。后坐力就是说，哎，也许回去之后突然有问题想要问我，常常会这样，所以也欢迎大家那个就丢 email 给我，好不好？反正我三两句可以回就回，不能回再约见面或干嘛，好不好？反正如果有点后坐力的话，实在挺好玩的。在我的世界里啊，就是自由书写真的还蛮好用。比如说早上起来觉得自己情绪不佳，就会书写一下，很快就会找到原因。然后带学生创作，经常碰到瓶颈嘛，瓶颈就去自由书写，也很快就知道。再举个例子，有一次也是一个公务人员训练的场合，礼拜六，那有一位男士，我们的书写时间很长，没有五段书写，不管怎么写，他都在写他正在家里发烧的女儿。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就不要进修了嘛，就赶快回家去陪女儿，才是当下生命中最重要的事。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做完，哪有余力出来学习、创造力或者成长？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在我自己生命经验里头，猫狗小事很重要。就是我常常花很多力气处理猫狗小事，因为只有处理掉穿透了，我才知道背后那个比较跟他人相关或者跟教育相关的东西是什么。我会不小心把后面东西讲出来，我还是让我们来讲一下故事好了。总而言之，刚才讲到谢必慧嘛，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可以邀请谢必慧来创作。各位看到的是阿宝卡的一些草稿，好，然后我想让大家看一下过程。我刚刚讲到那个大师的故事啊，一个人不管因为什么理由开始有了创作的动能，到距离他真的把一件事情做完跟做好，是有一段很长的路程的。所以创意工作坊常常能够带出你的创造力，但是你真的要往下继续做完，包括出国，或者包括改变一个感情关系，或者进入一个感情关系，还是让我自己花力气。我想讲的是，刚刚讲那个太极拳大师的故事，我们谢必慧同学第一版交给我们竟然长这样。我说他是一个不起眼的中年男性，但也没有丑成这样。那从这张到最后，也许有人抽到了这张，这中间叫做九个月，我花了九个月不停的改，不停的退，然后最后才做出了一个我今天自己看都觉得啊还有一些进步空间的作品，但当时已经尽力了。再看一两个，就是总之就总是把人家画成难看，然后要很花力气把画面变得比较简单然后什么的。然后我继续往下讲，我就出书啦，没想到也升等啦，靠着这本书也升等了，原先并不想走的路，不小心又回来走了嘛，我就会发现说啊，原来绕路真是一件美好的事。可是呢，我在出书以后开始带工作坊，每一次在工作坊里就会涌现一个念头，就是因为我带工作坊的时候，内心也在自由书写，除了很爱钱以外，有一个更强烈的念头出来，就是我发现我很想要当村姑。当村姑这件事情在于我的解释，叫做我这一生没有种活过一盆花，然后我自从不读书以后，也不曾为自己或喜欢的人做饭。就这些事情哦，我发现每一次在自由书写里面，都像梦魇一样的来纠缠我。我很想要做一些踏踏实实的小事，可是我的工作却让我那么的云端，总是要去号召大家做一些感人的抽象的事情。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念头，就是要当村姑。因为找阿宝在花莲发生，干嘛对着你讲？你好像是花莲县长傅昆萁哦。我就情不自禁的对着你讲，我就发现说啊，实在是不能抗拒那个生命的召唤，我就搬到花莲去住。所以我现在的生活是平常日在台北，然后周末在花莲。也因为这样的生活形态，让我没有办法就是经常接受邀约带工作坊或出来演讲，反正有得必有失。但是发生了一件事，就我本来想说就到花莲去养老，但是我刚才一开头各位还是看到大学小革命，我想讲一下中间的转折，就是我如何从非常的猫狗小事跟自由书写这样子的工具里头找到了我的比较大的热情跟理想。
跟这个有关系。刚刚是政大玩学生嘛，我想说我可以好好的玩一玩政大的学生，后来发现不得了，学生开始玩政大。在座有一些是政大的校友哦，请原谅我这么不要脸的讲讲这个故事哦。就是那时候我已经搬去花莲了，有一些失恋的政大学生跑来找我说，老师每一年学校校庆嘛，都会出一本厚厚的校庆专题，但是呢，那里面全部都是那个歌功颂德哦，然后没有人要看啊。那个讲的政大跟我所认识的政大完全不一样。就他们说，老师，我可以出一本那个地下版的校庆专刊。然后我内心深处是认为他们做不出来的啦。我就说好啊好啊，就骗他们说好啊好啊，你们去自然派呀，要是有可能，老师就陪你们嘛哈。然后他们就开始像滚雪球一样的组了一个团队哦，有一整个学期。每一个礼拜有一天晚上，他们会聚集在教室里头，没有学分哈，也没有指导老师，因为我每一次进去都跟他们说这件事情做不出来，大家都要放弃比较好。我每个礼拜的誓词都一样啊，他们就说啊不行不行，还是要见面。然后就里面有一些很强悍的学生，我后来还是觉得是失恋的原因啦，就一个人失恋的时候就充满了创造力。那个老师一定做得出来，你只要每个礼拜负责书写一下就好。团队里面我真的是最草莓的一个，所以我日后从来不说年轻人草莓，因为我有过一个自己很草莓的经验，就是说我做不下去啦，赶快解散啦，然后没有希望啦。然后他们还压着我去跟远流提案啊，远流的负责人叫王龙文先生，他是政大的校友，所以他不敢不见我们。那他见我们也是说，哎呀，你们要写政大的事情没有人看好，然后书卖不出去，出版社不会出的啦。那为首的同学就说，请问王董事长，出版一本书通常要卖多少册才会回本？好，王董事长就说2000册吧。学生就说，那我们就买2000册自己负责卖。好，那个瞬间我就昏倒了，我是说内心昏倒，因为我是团队里面唯一有收入的人。然后我想说，哦，好，我就想回来，我就请他们来开会，我就很认真的看书稿，哦，第一次很认真的看书稿，然后觉得蛮不好看的，哦，我就说，哎，现在书稿长这个样，哦，你们觉得有人会买吗？哦，好，然后有一位非常天真的摄影就举手，老师，我们是创作者，一定会有一本免费的啊，哦，就是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说，在外面。经得起市场的考验，有人真的会花钱买这本书吗？大家就低头看着书稿，然后觉得说没有人要买，回去重做。大概重做一两个礼拜以后，好看蛮多的。我们就真的买了2000册了。后来不是我出钱，后来是还是那位可怜的吴思华。我们说服了他，就是我们就说，我正他买2000本，我们学生试着卖卖看。然后他也说好，所以还是一个够义气的家伙嘛。然后校庆那一天，我们就开始卖，然后远远的就排了2条长龙。传统的校庆特刊还是有人买，老校友们很喜欢那一本。那我们这边就排了一些年轻人，然后我们就很开心去当纠察队，看到年纪不对的就请他们去换位，年纪太大去排那边。哦，年纪很轻，你应该是要买在政大不可不干的80件事。目前卖掉6000本，然后当时学生跟我就说好，有5%的版税是留下来鼓励学弟们创作的，就各位可以了解，我完全被这个事件感动，就是我原先只想到自己要怎样做一个可爱又有动能的老师，然后又想着想当村姑，就赶快去花莲蹲着，我其实没有想那么多，但是我会发现说，哎，当学生想着他们自己跟所在的大学或者社会的关系，好像也有一种很厉害的可能性出来，所以就让我起心动念，觉得说我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去做一点所谓的行政主管的工作，因为好像只有在那个位置上才比较有资源可以去做一些结构性的调动，好像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请见谅，我要换一种简报软体了，但是我保证会在4:30的时候结束。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我的档案叫做老师好，就可以看出我很怕老师。
然后看我们的小革命。这个警报软体我很喜欢，也想跟大家分享。也许有些人已经在用这个软体，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喜欢的软体，它跟传统的 PowerPoint 不一样，所以请大家感受一下。总而言之呢，六年以前我就接了政大创意实验室，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边做什么事哈。刚刚讲的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经验，而且不是我讲的，我就会发现说，其实哈，每一次哦，在学校里面都是老师开课，然后想好一个方向，然后叫学生去做，所以我的学生再怎么厉害，也只能够做得跟我一样好，而且99.9%的时候做的都没有我好。可是，在那个学姐又走了，不是我特别想啊找他麻烦哈，但是在刚那个经验里面，我发现说，其实是学生的动能。但他们当然是需要我的帮忙或陪伴，他们其实需要我的陪伴，然后我可能也知道有哪一些社会资源可以进来当他们的老师。我找到了一个新的学习或者在大学里面自己觉得开心的方式。哦，我要跳出来讲一讲，我也知道我所处的世界跟各位所处的世界也许有一些结构性的不同。但我想要说的事情是，我天生非常乐观，而且我天生非常喜欢冒险。我觉得其实我在我的世界里，当时也是一番小革命，然后找到了一个让我自己跟周围的人都觉得舒服的生存的方式。所以我猜想，我只能讲我的故事啊，可是希望能够提供一点线索，让各位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做一些各位觉得畅快或者高兴的事。好，总而言之，我就发现说，当我相信学生，就好比我们相信自由书写方法本身，不用相信我，他自己就会有他的路，或者自己就有他的故事出现。我发现，如果学习的这种动能能够完全回到学生身上，该有多好啊！所以，我们政大创意实验室开出来的必修课就叫做 Project X 啊，就是我们如何一直去创造，不要说学生不知道是什么。连老师也都不知道要上什么课的课呢？这堂课就叫做 X 计划，真的，我们的必修课就是 X 计划啊。我们为了要让它很逼真，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能够在这个经验里面创造出以前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每一年都，我跟学生坐下来一起聊明年的 X 是什么，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做过哪些 X 哦，一直做到大学小革命。我们刚成立的时候。让我找箭头。2007年成立的，我们连一个教室都没有。各位不需要知道创新是什么了，反正就是一个地方，然后我负责，然后有政大不同科系的学生在那边鬼混哈。第一年我们连鬼混的地方都没有，但是我在花莲，所以我就带他们去鲤鱼潭的捷安特修脚踏车，然后去阿芝堡。打工，然后去服饰咖啡店做前场跟后场的体验，或者去赖轻松宜兰的田里面帮忙堆田等这一类。所以第一年就是走出去，各位想常常做。然后第二年我们有了一个自己的地方，学校给了我们一个空间，说这件事情要说哈，学校给了一个空间说你们去规划，就给学生规划。学生非常不信任。学校这是一定的，所以学生就说啊，规划成游乐园吧，每个房间都打位吧，然后老师们就生气说啊，看现在的大学生就这样，每天只想着玩，然后都没有一个正经的，还是不能够信任他们哈。可是我跟学校说，就是我们当时说好要让学生自己规划，就一定要让他们自己规划嘛，所以我就想办法带学生自由出行。我觉得自由书写真的很好用，所以为什么今天没有讲别的方法？因为自由书写有一点点绕路了，可以这样讲吗？就是不知不觉的说出了一件对他来说重要的事。我们可以从那个事情开始规划创意实验室，而不是从他们的脑袋里面要什么东西开始规划。学生书写的时候出现一个东西叫做冰箱，哇嘞，什么叫冰箱哈？然后他说，你政大骗我北上读书哈，告诉我大学如家哈，但是我要冰的东西都不行，超过两个礼拜会被丢掉，如果那个尺寸哈不合也会被丢掉，就是很严苛，你知道吗？比较
较像我们正大的模式哈。好，总而言之，学生说我要冰箱，那我就心里想说，好，这个创意实验室一定就从一个冰箱开始啊。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道具就是冰箱哈，而且我叫谁捐给我们冰箱？我叫吴清峰捐一个冰箱来哦，因为吴清峰就来上课，然后他又不肯收称马费嘛哈，我就很肥，我说那你把称马费捐给我们哈，我们就买一个冰箱，所以真的有个冰箱。但真的有个冰箱以后，我就开始发现说，你知道一个家里头最能够有家的气味的，从来都不是客厅，可能也不是书房，大概是厨房。我们从冰箱里头找到了至于学生最能够让他觉得像在家里的地方，叫做厨房。所以我们第一个规划好的就是厨房。做这个厨房哦，当然是很困难，各位一定想见，就是所有的人都跳出来反对，尤其是总务处嘛，有公安的问题、用电的问题，然后东西不见的问题，它还是在公共空间里头。但这时候呢，所以认识一个有权势的人、有霸权的人不坏，就是吴思华。吴思华说，既然都叫学生规划的也不好，就真的好像没有嘛，那所以给他们一个厨房吧。校长就坚持给了一个厨房，到目前为止都还没事，到目前为止厨房还在，没有被火烧掉哈。而且因为学校里有个这么奇怪的空间，有人在这边练习开点心店，每个礼拜二下午哈。那有一群学生礼拜五中午固定来煮饭，好，然后我们围绕着这个厨房开了一些食物与创意，但我诚实的讲都是食物啦，创意并不是很多嘛，但是总是课名要叫做什么烹饪与创意课纲才会过嘛，哈，但是就是体会一下，真的可以在学校里面做点东西自己吃跟别人吃，所以这一年我觉得是很安顿的一年哦。但是老娘呢就忘记初衷，我是认真的，就是哎呀。打造完创意实验室以后，我就有点得意忘形，我心想说，我应该可以为他们想出一个很好的 X 啊，所以我没有跟他们一起讨论 X， 而是自作主张就决定了一个 X 啊。这个 X 叫做传统艺术中心，在宜兰。我争取到一笔经费，带学生去传艺中心拍纪录片，跟做一些广告的创作，听起来没什么不好。而且就一般的课堂来讲，不正是一堂很棒的学业合作的课，对不对？可是因为他在创意实验室，所以我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不对劲在于，其实学生进来这个地方都认为他们自己可以做主的，但他们这一次发现就是老师做了主啊，然后一直安排他去做田野啊，然后去干嘛？所以我要给你们看一段影片哦，就是我们教学生拍纪录片嘛。纪录片还有什么呢？不就是那些感人的、向上的、励志的故事吗？哈，我们有一组同学拍的纪录片的预告片，我一看就知道完蛋了哈。我发现他们好讨厌这堂课，好，但是呢，在好讨厌后面还有东西啊。所以让你们看一下，当时有一组的纪录片的预告片是长这样的。让他跳掉了，请我回去。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学校な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これは今日いいですね。そうですよ。この学びようとなりそうです。でも太陽がまっすぐで日差しが強くて、本当に出かけるのはかなり大変なことですけど、そういうご一緒でも結構ですね。今日思いますね。焼き物とか、食べ物とか、出かける前にちゃんと用意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ですよ。この位置で、ちょっと見えられないと思いますが、今始まることがすっごく羨ましいですよ。回到徐老师早上上课，对不对？就是表层看起来它就是一个笑片，对不对？但你往仔细去想，我觉得他在骂很多事，对不对？我们传艺中心这么大，你要给我场景设置在星巴克门口，对不对？首先哦。然后你看他角色的安排，其实他们就是很不高兴说，传艺是一个有一点像物化的传统信仰的地方。当然，这个每个人的意见不一样，至少他们觉得在传艺这些七爷跟八爷都很 Q 嘛。你既然那么 Q， 我也 Q 回去啊。所以就有一段有趣的对话。那我还是要说，对，老娘在海文之前暴怒啊，对不对？想说你们这些小兔崽子哦，拍
拍个什么鬼东西？为什么不去找一个那个正面的光明的故事来？对，那经过海文的洗礼啊，或者是说经过每一次在自由书写里头跟人心灵真实的碰撞，都知道凡事必有理由。我认为哦，我看那个影片的时候就认为说，好，好极了，就是他们好生气，就是说，但他们好生气的时候，他们好努力。你要知道，他们就想办法配，就是花很多力气做这个预告片啊，很多力气做这个嘲笑这堂课的预告片，然后呢，还去找日本同学来配音，然后讲的话是道地的日文，就是他很花功夫。我最喜欢在黑暗里面找力量的，我真的好喜欢在应该说光明不是没有力量，但是我觉得已经有很多人照顾到光明了。我好像特别容易碰触到那小小的黑暗，可是那小小的黑暗里头是很有能量跟生命力的。那时候一起工作的我们固定都跟杨立州导演工作室合作，所以是那边的纪录片导演来教学生拍片，而我负责跟学生一起讨论剧的内容，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学生叫来又好好的自由书写了一番。但是结论是说他们最后做出来一个很有能量的东西，可是时间不允许我就不放。我只是想说其实这些年来工作的乐趣都在这些黑黑的事情里，就是那个白白的他们原先的系所呀，然后就是这些同学去双主修去出国交换都不需要我分析，但是你会看到有一些那个黑黑的很幽默的然后在底下钻来钻去像潜伏流动的东西，是我自己觉得很关心，然后也是召集着一群人来好像很可以把这个精神做出来的。所以在这一年之后我们做的一件我一定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虽然太妙但完全不要理会时间这件事情的事情我觉得自己觉得很骄傲的事情是我们政大是一个没有音乐系没有戏剧系的学校，但是呢第二年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大学生音乐剧，我们做了一个 musical。 做 musical 的原因是为了骗学生，因为政大的学生很喜欢唱歌跟跳舞，事实上全部的大学生都喜欢唱歌跟跳舞，但是我让他们做自己的故事，就是一个大学生自己的音乐剧。其实我是想要透过创作让大学生去思考一下我为什么要来读大学，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下这个剧创作的过程，都是用影片。你知道如果不用自由书写，用意识跟学生说你好，我们要来做大学生音乐剧，我们要做一个意见的调查，然后根据这些意见来写剧本，就会得到接下来这段影片的结果。好，就我们就直接问嘛，就像我们
一般想到的就直接问，然后会有这些素材其实也不错，可是我想要更多或者更深的东西。但顺便讲一下，对，因为我们后来开课就变成我们师生决定要做什么 X， 因为有时候老师也不会做啊，所以我的工作是去外面找业界老师来帮忙。最后那位就是业界的老师，他为什么肯来政大兼任，而且拿很少的钱，然后跟学生做爆肝的事呢？因为他也会在这个工作里面照见他自己，然后我一看就知道他是工作狂，对不对？所以他跟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不断的显露出他控制跟工作的特质，所以他又针对他自己的这个特质去下了一番苦功。好，这个是我们一般上课的时候可以做出来的。所以可是因为我学了这些奇迹以后，就想要用在做音乐剧嘛，所以我们就开了两门课。第一门课教梦，但是要做出音乐剧。好，第二门课跟北艺大合作教音乐剧，然后要做出音乐剧哦。我想要说，其实结果差不太多。我不知道怎么，我到现在还没法诠释这个精神。但是北艺大教戏的时候，也很重视一些潜意识的语言啊。总而言之，我们想要拐个弯，用潜意识的方式来做一个创作，所以想请大家看一段我们做戏的过程。但像找阿宝的时候啊，我都选国外的歌，像最温柔的歌也是国外的。经常就有人问我说，难道我们自己没有歌吗？我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但既然大家这样讲，就自己开始创作吧。所以从待会儿开始，各位听到的歌就是学生的创作，而且还不是政大学生，是交大的同学帮我们写了一首歌，当作前导的主题曲。然后各位看见的是这两堂课上课的记录。我们的期中作业是说自己的大学故事，期末作业是说爸爸妈妈在自己这个年纪的时候的大学故事，所以你可以了解，期中作业就笑成一团，但期末作业就哭成一团。没想到爸爸妈妈真的年轻过，或者是从来没有想过他爸爸妈妈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有一些体会，所以变成了后来的爸爸妈妈，就是哭成一团啊。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作戏的策略。那这首歌叫做《地下道》。虽然好人好人，虽然总是不。
真，我自己每次看都还是蛮感动。我只剩下一首歌要分享，然后让我在这边稍微说一下，因为胆子真的很大。那时候只知道说，反正明年就要做音乐剧哦，连个影子都没有，然后也没有剧名哦，就是说要做就对了，所以就暂时取个名字叫做 FU 大学，就是 FU 嘛 ，FU 两后面还空两个，不是因为纪念我是辅仁大学毕业的，我们是想说这个大学究竟是 Future University， 是一个未来的大学，还是一个 Fuck University， 是要由学生自己来决定。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要学生自己来决定，所以胆子非常大。然后呢，几经波折，戏真的做出来。而且我要跟大家讲我最痛苦的事，就是我就想说带学生做音乐剧啊，我一定要好好展现个人在音乐方面的长才以及剧本创作的长才，所以老早我就写了一个非常感人的剧本，最后是硬生生的把它吞下去。因为既然说是要学生自己创作嘛，一定要用他们的剧本，还是觉得到目前为止自己剧本都不错，可是呢，他们剧本真的也很棒。就我们看这个拍戏的字幕，就觉得一定是一个时代剧哈。没有，他们最后给我做了一个古装剧哈，我觉得蛮有创造力哈。但我这个古装剧呢，待会儿听到的歌是下半场第一首歌哈，主题曲叫做《戴蛤》哈。什么叫戴蛤呢？这个故事在一个叫做戴蛤的村落发生。戴蛤呢，就是台语的大学了，戴蛤，觉得自己想的哈。那真的是个古装剧，有些人进到这里来离开，有些人留在这里，有些人就连笔嘛，然后有些人什么进进出出发生很多故事。不细讲这个故事的细节，只让各位看一下这个剧的状况。然后我们现场收音不是特别理想，而且政大毕竟不是一个有戏剧系或音乐系的学校，请大家见谅。但我想要看到的是大学生怎么看待自己的大学，所以我们就来欣赏这个叫做《戴蛤》的主题曲。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创造力也滋润了老师的心。我也在想，怎么样可以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代码。我觉得是我的个性，反正当时就不想做两年哦。我们同原班人马就跑去做大学小革命，所以我们大学小革命是用走上台的方法，就是原先这些唱歌跳舞的人啊，就到全国去走唱，招兵买马，问问其他学校的老师或学生，有没有也想要做音乐剧啊，还是想要做 X 计划呀、啊，还是想建立创意实验室啊，还是想要玩自由书写的，就回到刚开头所说的大学小革命。可是我也认真的想，就是我自己的内在也是一个非常害怕的人，我老觉得那个上午三小时会浪费你的生命，所以容我又做了短短的总结，表示我有一点负责啊。我觉得在2000年到现在12年多的旅行里，我因为认识了自己，好像也才找到了跟世界相处的方法，也才找到了工作的热情。所以我一直都发现，认识自己这件事情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都很重要。然后我又发现，某一些台面下的方法，这些碰触潜意识，用潜意识来画图，用潜意识来书写，用潜意识来做戏剧创作的东西，好像可以跟意识面向上面的工作方法相辅相成。那我很多的时候会仰赖这些方法去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所以这大概是今天跟大家小小的分享。我们在学校里面经常玩的还有曼陀罗绘图嘛，还有梦嘛，也许日后有机会的话还是不要这样乱讲好了，因为我平常没什么时间。好，对啊，看缘分好不好？对，因为我自己真的要在台北跟花莲两边跑，又是个非常喜欢发呆，然后很喜欢独处，然后很喜欢走路的人，所以好像能够跟别人在一起的那个时间就是很有限。那这是真心话，但我还是要说，我觉得今天下午3个小时，心里面很舒服。就是我看到你们，然后听到你们书写的内容，或者偶然的一些交汇，我觉得蛮舒服的，我很喜欢这样子的经验。但我也不能天天处在教科书里，是个非常内向跟非常宅的人，然后也请大家见谅，先这样好吗？好。老师手上戴的是肉表，可是时间依然控制得非常好。那因为我刚刚跑来跑去，我在处理一些行政事务，我想要征求三位，一个人一分钟来分享老师今天上课的内容，好吧？赶快举手。听了那么多，只要你讲一分钟，赶快征求会美们。他比较倒霉啊，不要太熟了，好来。没有来，来坐这边。还有谁？那个常被点名的齐瑜来。谢谢陆老师给我这个机会，然后今天可以听到林老师的课，我觉得真的很幸运，而且跟大家可以相处在这一堂，我觉得真的我没白来。那今天我跟老师说我们大家都不会来，其实我跟老师说，其实错，我是看到一代才报名的。然后我们在学校就很得意，就说我要去研习哦，然后假装很用功这样。那结果其实来了，刚开始今天早上。对，那我觉得今天老师给我们做的那个自己的个性，其实我觉得我很三八很大声，那我很怕上了我们老师的课之后回去就那个病得更严重。那学校老师会觉得，那你去年其实，那我觉得我很希望老师这样的热情，所以我更大声一些。我们请花莲女中新生代老师啊。高兴，我代表花莲，很开心，就是遇到文林老师。其实我也是这半年才到花莲女中的，对，然后，但花莲本身是台北人，然后在花莲是就是找到最沉浸的自己这样。然后就是今天的活动，一路这样做下来，觉得说，其实，好像就是说，每天其实在上班跟下班，然后教学上，其实都在找一个生活一个逻辑。但是今天就是，透过这些活动，其实找到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老师刚刚说的感情，其实找到我们自己情感的脉动，我觉得这很重要。好，谢谢老师。刘海，刘海，好，刘海一定会讲的，我早认识你。
台大生活与高中的老师。谢谢老师，然后也谢谢大家，我们一起去寻找我们的梦想，谢谢。好，谢谢。我想，老师这一堂课，我相信虽然三个钟头，可是老师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来学习，然后他花了好几十万，可能是上百万，飞到各地去学习的，可是他在这三个钟头，倾囊相授，把最精华带给我们。好啦，补课补课。好，那我想这样的热情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想这个热情带回去我们的生活，带回去我们的工作，哎，带回去认识我们自己，这个是今天最重要的。好，那我想认识自己不是那么简单的啦。可是，只要我们愿意开始，应该就会慢慢的有所成长。那我也希望有机会再跟文颖老师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再热烈掌声，谢谢文颖老师。